连连，这到底咋处理狼的棍这事儿啊？待回连里听候处理。待回连连，这咋还给他自由呢？这也太不严肃了。你要有充分的证据啊。他这不签字了吗？你签字了也得有证据啊。你先把他带回去，收集证据，等证据充分了再说吧。是。 兰德贵，你去哪儿啊？兰德贵，白慧怎么样了？啊？咋的了？都看着我干啥呀？啊？排长，啊？他们把你放回来了。啊？生了，生了，好，生了好。哎，哎呦，哭的声儿还挺大。来来来，赶紧洗洗啊！哎，白慧，你都要把我吓死了，终于生出来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妈，哎，您在这儿呢？我不在这儿，行吗？白慧生了，我今儿不来呀，还真坏事儿了。 你说你妈这大巴掌，以前有多少难产的孩子，不都是我亲生的吗？但是这孩子身子骨有点弱，得好好调养调养，别整人家了。这话您得跟林浩说。那什么，丫头还是小子？丫头，挺俊的。哎，听说有人认爹了，谁呀？啊，回头再说，回头再说啊。您先回吧。走了。另外人啊。嗯。 走吧，大妈。哎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去看看孩子啊。白慧，那孩子，马大夫，谢谢你。 不是师傅的，你放心吧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多休息。排长，嗯，你真要认识这孩子，以后咋办啊？啥咋办啊？我认就认了，我就是他干爹，这总行了吧？ 你小子呀，没心没肺的，啥事儿都能对付，可苦了你妈我了。哎呀，你妈我喊大巴掌啊，接了一辈子的生，接的都是别人家的孙子，这回呀，你让妈接回咱家的孙子好不好？儿子，看看，来来来，哎呀，看看，妈都把被面准备好了，赶紧着去跟丽云商量商量。 挑个好日子，把婚事办了。妈，您这意思是让我今天定亲，明天就把媳妇接过门，后天您就抱上孙子？呸！胡说什么了你啊？丽云呐，跟我走，去把这聘礼退了去。哎哎，爸，爸，嗯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郎德贵不是那样的人。不做那恶心事儿，他能当那便宜爹呀？我跟你说，没有那猫不偷吃荤腥的。
深更半夜的，一男一女在那大野地里打夜班，能干啥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儿搁团部已经传开了，我都快没脸在那儿做饭了。你呀，赶紧的跟他划清界限啊！爸，他那是为了帮他徒弟，我要相信他，支持他。要去你去，我不去啊。那行，我去退，我去把这聘礼退了去。哎，爸，你就是退了这聘礼，我也要嫁给他郎德贵。这聘礼可以不收，嫁妆一样都不能少。行，行啊，你马丽云，你就这么疼你爹、孝敬你爹的，啊？你妈走得早，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我没白养你。爸，爸，我错了，行吗？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好。可是我了解他郎德贵，他真干不出那样的事儿。闺女啊，爸也是为你好。你跟郎德贵把名声毁了，会影响你的前途。爸在团部做饭这些年也长了些见识，这事儿开不得玩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回头啊，我会跟他郎德贵说的啊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郎德贵，你干啥去？啊，回来！哎，杨建国，郎队长，这就要走了啊？啊，对，这就要走了，有机会。咱们再聊吧，啊！等等，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白慧生了，生了，生了，生了就没事了。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孩女孩关你屁事儿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没关系。我来是有两句送行的话要告诉你，请讲。负不了那个责任，就别干那个事儿。百惠，慧，你怎么了，白慧？白慧，丽云姐，哎，丽云姐，哎，你看白慧，她怎么了？白慧，白慧，马大夫，啊。血型，来来来。事儿，咋的了？你说。我要是不在了，你能帮我把这孩子养大不？你瞎说什么玩意儿？你不会不在啊？我知道我给你添麻烦了，
可是我已经没有情人了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信任的人。师父，我……你咋的了？马大夫，你看他咋的了？你咋的了？白慧，你说，白慧，你先把孩子抱出去。啊，你先把孩子抱出去。我答应你，，快点，赶紧的！你先出去啊，白慧。排长，咋样了？正抢救呢。排长，他可得挺过来呀、啊！他要是没了，这孩子咋办、啊？你乌鸦嘴不？郎排长。咋的了？交代清楚呢，你问吧，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你问吧。现在这孩子没爹又没妈，已经成了孤儿，咱该咋办啊？那送孤儿院吧。送你姥姥，排长。谁说这孩子是孤儿啊？这孩子我养着，我就是他爹。南大官，站住！南大官，站住！干啥玩意儿啊？啥时候赔驴钱呀？我告诉你。我徒弟死了，丢下个孩子没爹没娘，就这个时候你非要让我陪你那头死驴是吧？那不是俺的驴，那是俺们队上的驴。你有本事搞大人家肚子，你就得养孩子；你有本事撞死我的驴，你就得赔。行，啊，不就头驴钱吗？我早晚赔给你，行了吧？哎，那你什么时候赔呀？你给个准信儿，妈。你抱孩子回来干嘛？白慧儿走了。走了。给他亲生的时候，不还好好着呢吗？抓突袭！这孩子怪可怜的哈。是啊，所以我给他抱回来了。那你抱回来干嘛呀？我就寻思我给他养了。养了？啊。不行。不行！不是妈，这孩子爹没了，妈又死了，白慧是我徒弟，我不养谁养啊？你说谁爱养谁养，反正你不能养，你缺心眼是吧？你一个大男人没结婚就当爹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是好事儿，这是善事儿啊！您不是老教育我要做善事儿吗？再说了，您看这孩子啊。你看这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多像您啊！我接生的我还不知道呢。就是啊，你看，哟，你甭管他俊还是丑，反正这孩子咱们不能养，你给我送回去。反正白慧走的时候我都答应他了，这孩子的事儿我管定了。你还管定了你？你自个儿的日子都没过舒坦呢，你还有功夫管别人家的闲事儿啊？
我告诉你啊，这孩子不能进咱家的门。我说我在街上听人家闲言碎语的，我还不信呢。没准这事儿还真是你做的。哎呦，我的妈哎！别人这么说我，您也这么说我，我是什么人您不知道吗？这事儿要真是我干的，我出门我就……哎，行行行，打住打住打住！妈不是不信你，这孩子，妈不同意啊！妈，这哭了，这怎么弄？这快把孩子给我！你笨的你啊，有这么抱孩子的吗？您看到底是跟您亲妈，您一抱着就不哭了。那当然了，我接的孩子嘛。所以您是他奶奶吗？谁是他奶奶？爸，你别听人家瞎说，他郎德贵真不是那样的人。那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这孩子都抱回家了，你还帮他说话呀？哎呀，他不是那孩子的爹，他那人就那样。谁家要是有个什么难事儿，他永远都冲在第一个。那更何况，这次不还是他徒弟的事儿吗？那天上要破个窟窿，他郎德贵也上去给补上呀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回头会跟他说的。更何况，我也不同意他收养这个孩子呀。怎么地？咱先把那个聘礼啊给他退回去。啥时候他把这事掰扯清楚了，啥时候再上门来提亲。哎，爸，这聘礼咱不能退。大叔在家吗？谁呀？进来吧。哎，大叔，哎呀，是林副连长，你来了。哎，丽云，丽云。哎。丽云。你来了，坐吧。哎，没事没事。爸。啊？我有事儿出去一趟啊。哎呀，人家林副连长刚来，你这到哪儿去啊？你这是？爸，我去郎德贵那儿。嗨，你，哎，你看这孩子就这犟脾气，我也说不住他。哎呀，林副连长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哎呦，呦，大叔，您看您说哪儿去了？这好歹我也是个副连长，这肚子里哪能没这点气量啊？对对对对，哎，快坐快坐，哎。大叔啊，其实今天啊，我不是来找丽云的，我是专程看您来了。看我？哎，我托朋友啊，从外地捎了两瓶好酒。啊，我知道您好喝一口，特意给您送来了。哎呀妈呀，这真是好东西啊！啥好东西不好东西的，就是两瓶酒。哎呀。你自己留着喝呗，我留着没用。您知道我不喝酒，再说家里也没老人啊。关键是啊，我最近遇见点喜事儿。喜事儿啊？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啥喜事儿啊？我要提升为连队的指导员了。啊？真的？啊？但是政委说只是暂时代理的。哎，这个我懂。代理只是个过渡，早晚转正。这事儿我在团里见多了。哎呦，您看看，这套组织程序还是大叔您懂啊。大叔啊，有个事儿，我得问问你。啥事儿啊？听说这丽云跟郎德贵定亲了，有这事没有啊？有。哎呦，看来我还是晚了一步啊。大叔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喜欢丽云，我更想当您的女婿啊，没想到让郎德贵这小子抢先了。你倒说话呀！你平时不是挺能扯的吗？我不是该说的我不都说了吗？
你看这孩子长那么漂亮，啊，大眼睛忽闪忽闪，我一看见他就像看见你似的。你别跟我扯这些啊！我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，我相信你。你就跟我说句痛快话吧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那白慧临走的时候啊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还真要养着呀？我也没别的办法，不是？你说这孩子没爹没妈的，多可怜呀，是吧？那要不然这样吧，让组织上给白慧他们家写一封信，让他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姊妹把这孩子接回家去，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，这总行了吧？这个办法要能行得通，我还等到现在吗？不是你不了解情况，白慧他爸他妈早就死了，家里面啥人都没有，没办法。我怎么办呀？你别急嘛，你看。别急嘛，好办，那咱俩就一块养着这孩子不就完了吗？就像个养个小猫小狗似的，也不难吧？你说的轻松，那是个人，是个大活人，他会越长越大的，那养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可倒好，你是在大会上承认了这孩子是你的，你是替你徒弟解了围了，你知道这外边有多少闲言闲语等着呢？你还把这孩子抱回家来养？你是嫌那屎盆子扣不到你头上是怎么的？你说的。再说，我还没成亲，你说这怎么就整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啊？这让人家怎么说我啊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林浩去我们家了。这干啥呀？干啥？巴结我爸呀！我爸今天又要退聘礼了，被我给拦住了。王德贵，我跟你说这么多，都不是闹着玩的。咱俩这事儿啊，就卡在孩子身上了。嗯，那要不然我回头再到你家坐坐呗。坐坐坐坐坐坐有啥用？哦，你让我爸认下这孩子是吗？门都没有。我先回去了。不是，那等，哎，哟，爸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能睡得着啊？去郎大贵家了？嗯。他咋说的？啥咋说呀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孩子的事儿啊。孩子，哎，我们没提这事儿。哎，今天林浩给爸送两瓶酒，特意托人从哈尔滨捎来的，好东西。爸的意思啊，是你跟谁好，跟谁结婚，爸不干涉。咱也讲个恋爱自由，结婚自由。爸只是想提醒你一句，别在一棵树上吊着下不来。过去看着是个好苗苗，也许长到今天就长成个歪脖子树了。聘礼收了也没关系，咱们退了就是了嘛。爸，我累了，你也早点歇着吧。Thank you.
团长，您辛苦了，大会我都准备好了。开什么会啊？批判大会啊。不用，我先跟你谈谈。啊？团长，郎德贵的问题性质恶劣，后果严重，影响极坏。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，就让他留在连队，苦活、脏活、累活、卖力气活就让他干。累死这个王八犊子！我看他还有精神，他搞女人。团长，那他的问题怎么处理？潘当梅已经决定了，免去郎德贵机务排排长职务。到马号喂马。喂马？郎德贵，到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保证完成任务。通知通知，新团七连的全体干部战士，马上到广场集合，参加团部安排的郎德贵批判大会。通知通知，新团七连的全体干部战士。哎，小梁，小梁，你等会儿。大妈，慢点。小梁，大妈，你们排长呢？这要开什么大会啊？大妈，要开批斗会处分排长呢。处分？来来，你给我抱会儿孩子啊，这个给你，我去看看去啊。大妈，你慢点啊。知道了。团党委决定，解除郎德贵机务排长的职务，到马号摇马。德贵，把孩子给我送走。您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我怎么了？当着全连、全公社那么多人的面，把你发配到马号，我韩大巴掌这张老脸都挂不住了。你倒好，你怎么还跟没事人一样啊？哎呀，得了，妈，到哪儿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？这马号需要咱过去就是了，怕啥呀？怕啥？这马夫能跟排长一样吗？啊，这工资都不一样啊！你当排长，多少姑娘稀罕你啊？你要是不当排长当马夫，看谁还能黏糊你？这么多的倒霉事都是这孩子带的，这孩子必须给我送走。我不送。你给我，我送。哎呀，您不养着我自个儿养成吧？这才养了两天，你排长都被撸了，这要再养下去，还有安生日子过呀？你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不给。你给我。不给，不给。你给我。也不给你。你给我。哎，您干嘛呀？这是。你给我，我送走。哎呦妈，你。丽云来了。来来来来，丽云呐，快屋里屋里屋里坐，有事儿啊，跟德贵炕上聊，我去给你倒水去啊。大妈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啊？那正好。哎，丽云，坐坐坐，大妈给你开个罐头去啊。来，坐坐坐。大妈，您甭忙了。尝尝这罐头，上海产的呢。德贵念叨了好几回，我都没舍得让他吃。谢谢大妈，我今天来就是想来跟您聊聊德贵的事儿。那你说，你说吧。关于那个孩子，德贵他有啥打算吗？那你咋打算的？大妈，您是不知道，他把这孩子抱回来，那外面风言风语都传成什么样了。他倒是无所谓，那我这脸上呢？大妈明白，我都明白。这小子忒混了，我不也跟他急吗？大妈，我倒也不是狠心，可是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
那我还没过门呢，平白无故先多了一个女儿，这让别人知道不得笑话死我呀！丽云，你心里的委屈，大妈都能理解。我不正跟她商量这事儿呢吗？要不这么着，过两天就让她把孩子送人。她能同意啊？她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这事儿啊，大妈我做主了。这得花不少钱吧？哎呦，钱都不算啥，关键是不好买。听说还要票呢。哎，丽云啊，进来啊。丽云，你回来了。大叔，要不你跟丽云先聊着，我回去了。哎呀，回啥回啊？坐下一块儿聊会儿啊。哎，丽云啊，你看上海牌的，林浩特意让朋友捎来的。爸，啊，你咋乱收人东西呢？还给他？啥？还给他？林浩，这是你送的酒，你拿回去，以后别往我们家送东西，咱不沾亲不带故的，犯不着。哎呦，也没送啥，都是些小玩意儿，这表就给大叔带着玩的。就是啊，这表啊可难买了，人家林浩大老远的托朋友给捎过来，也是一点心意嘛，是不是啊，丽云？丽云，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的。你早就知道，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。我送这点玩意儿，我没图啥，我就想让大叔高兴高兴。这咋了？你要是非嫁给郎德贵，我认了。但是我一样的对你好，你就当我是你哥哥，啊。大叔，那我先回了。丽云要是烦我，以后我就不来了。哎呀，谁说丽云烦你了？你多来走动走动，咱们大家热热闹闹的在一块儿好好聊聊，是不是？啊，丽云，大叔，我还是先回去了，您保重身体啊。丽云，再见啊。别看了，哎，林副连长真是个好小伙子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是吧？爸，又不是你嫁人，你觉得好没用。气死！哎，那个郎德贵，我可是不同意啊。你爸，我坚决不同意。没什么问题，可能就是太累了，多注意休息就好了。我没事儿。那你呢？我挺好的呀，没怎么。哎，大家伙特想知道。就郎排长那事儿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他什么事儿啊？就他，还有那女徒弟，还有那孩子，他们。郎德贵啊，他是怎么都不会干这种事儿的，我不信。哼，人家说了，那事儿肯定是真的，孩子都让他抱家去了。哎，人家还说，你就因为这事儿和他吹了。我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，你们呀有时间多顾顾自个儿吧。那这不关心你吗？
志啊，咋样？队长咋说？队长说，再赔不上驴钱，就捆咱家的猪。捆猪？啊，那咋行啊？那猪是咱一勺一勺喂大的，那咱家家底儿啊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没跟队长说狼德贵耍流氓的事儿？我说了，队长一听更不干了，说不能便宜那流氓，让咱们管他要钱去，要不回来钱，就捆咱家的猪。你现在就跟队长说去，捆猪不行，要捆捆我。我也说了，让他捆我。队长咋说呀？你是猪吗？月芝，实在不行，我就进山干活去。哎呀，不行，俺不舍得你去。那你说咋办？俺咋这么倒霉呀？啊，怎么偏偏遇上这么一个光棍排长呀？撞死咱家的驴，还弄大人家姑娘的肚子，看他那样挺老实的，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？那都是装出来的老实。不行，我现在就找他要钱去。你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，你去他们家找他，我去林埠等你。好，走，走。哎，说话呀，哑巴了？别的啥都行，就是把孩子送走这事儿，不行。你今儿没看见丽云那意思啊？你还想不想跟人家好啊？想啊。想就赶紧把孩子送走。不送。你说什么？不送？你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倔子猴呢？狼德贵，狼德贵，你出来！狼德贵，干啥呀？吵吵啥玩意儿啊？没别的啊，俩字儿，赔驴。连长，狼德贵来了。哎呦，这父女俩感情真好啊，走哪儿都抱着。行了啊，有啥事儿赶紧说，没闲工夫跟你们扯。连长，你把你决定告诉他，省着他觉得我们讹他。狼德贵，你这个月工资扣你20块钱啊？凭啥呀？这是跟生产队一起研究的结果，你撞死的那头驴作价500，由你赔偿。每个月扣你20块钱，直到扣完为止。老大官，听见没有？我们可没讹你啊，这是和你们首长一块研究决定的。栓柱，这个月20块钱，人连长先扣下了，咱下月再来。好。连长，谢谢你啊！等下月来的时候，我给你带只老母鸡。谢谢连长啊！喂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为人民服务。哎，不是，哎。这钱你给他拿走了？拿走了，以后他们直接到连队里取，省着你赖账。不，这跟抢有什么区别啊？梁德贵，你说话注意点。什么叫抢啊？你要是不赔着钱，那才叫抢，是抢生产队的驴。不是连长，我还得养活孩子呢。你说你扣我那么多工资，我和孩子咋活呀？那是你自找的。啊，你自己孩子不养，你找谁啊？再说了，谁让你撞死生产队的驴了？这钱你必须赔，这是三大纪律8项注意里写的。什么就是？哦，不哭不哭，去，赶快出去，别把人弄得乌烟瘴气的啊！咋的了，这丫头？嗯，拉拉，拉拉，你给我上边去！不哭。媳妇儿，20块钱一分都不少。这20块钱你都数多少遍了？哎，这个光棍排长啊，真是个倒霉蛋，连他们领导都不待见他，咱可讹对人了。今后啊，咱们月月领他工资，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？谁让他撞死咱驴的呀？就是。哎，把钱给我。你要钱干啥？我明天去给队长送去呀。不行，咱就说啊，没要到，咱自己留下。哎，不行。咋不行啊？咱得把钱给队长送过去，队长要没拿着钱，让你进山咋办呀？
不就是干活吗？明天我就进山，累点我不怕，可钱咱落下了。不行，把钱拿来。我不给，我还有用呢。你有啥用啊？媳妇儿，我想给你扯件新衣服。